eyes on me. Hard to breathe, but that's alright. Hus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晨。今天录一期 vlog， 就是读粉丝的私信哈。情况就是这么情况。现在我们开始吧。一条评论哈，上帝把智慧撒向人间，没托你撑了把伞，啥意思？我感觉这个东西吧，跟撑伞不撑伞没有关系。我是真聪明，不是不聪明，是挺聪明的。跟我撑伞了去，我没撑伞，其实我挺聪明的。第二条私信，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人？我不吃人呢，老妹儿，我不是，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？我哪吃人呢？我哪看得像吃人了？我可无语啊！想知道二晨遇到瓶颈期的时候是怎样的？感觉你是一个心态很好的男孩子，情绪不好的时候该怎么调节呢？其实啊，就是我怎么说呢？我不是心态很好，装的。多听一听歌呀，或者是多去散散步，然后找朋友聊聊天，疏解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打打游戏啊。怎么可能打游戏呀？说白了就忍着呗，憋着呗，那能咋的呀？还打游戏，接下来这条私信就有意思了。你跟吴丽凡凡是情侣吗？老妹儿，我很负责的告诉你，我们俩是父子。这条私信是二晨，我发现你不宠粉。咱们今天晚上9点直播间，你看我宠不宠你就完事儿了。奥利给！太难了。那些年收到的奇葩私信。凡凡，二晨为什么住在你家？他是你的童养媳吗？What？ 我们是兄弟呀、啊。这个宝宝这么说的啊，那啥，我是新粉，我问你一下，你吃人不？一次吃几个？我吃人不？ What？ 我不吃人呐。这位宝宝就厉害了，凡凡，你的颜值真实存在吗？我没有，我美颜开100，瘦脸开100，大眼开100。哎呦，这个宝宝也挺厉害的啊！他说为啥只能发3条私信？可不可以帮我告诉二晨，我很喜欢他，特别喜欢他，我非常喜欢他。关我屁事。这位宝贝说，爱奇艺会员你有吗？我有啊，我都有，就是不给你。这位宝贝问我是男还是女，我郑重的告诉大家，我是你的。你的有病，刺激我。悟空，你说他们你走吧，你走吧，那么生毛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我好？哦，好想谈恋爱啊，越想越难耐。抖音上的小哥哥都长得很帅，发私信给他，他却对我不理睬。难道是我不够可爱？在这儿吧。躺着放射吗？是的，先生。